康道奇，你吃到中间的吗？你吃完了。你干嘛吐吐？里面有白色的那个巧克力。对啊，里面有白色巧克力。宝琴，你那个有吗？只有巧克力才有。哦，我吃的。对，你吃完了。我吃的，但是有破洞，所以今天不小心咬到，我都化掉。哈哈。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吃得完吗，弟弟？吃得完。蚂蚁不行打它，我蚂蚁，它偏傻，它们有时会凶我们，因为蚂蚁也会帮助我们搬血血。嗯。所以我们只能杀那个蠢贝子啊，吃我们吃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可以。好。都用不需要杀不蚂蚁，吃我们那个东西，就杀那个蚂蚁。吃我们东西，帮我们试试。就不要杀他了。